大家好，我是沪漂胖子，我又来了啊！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快递的开箱，已经所有摆拍到位，直接开始开盖。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粉丝寄过来的啊，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粉丝的东西，但是呢他们是两个人，所以呢就分了两个快递寄给我，应该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吧，都是广州那边的啊。哦，山东那边的，我感觉山东那边玩古钱币的人比较多啊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他的东西是比较好的，我是怎么认识他的，是他在我闲鱼店里面买了一个1800块钱的庆元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客户嘛讲也就是人还是比较慷慨的，然后我就加了一下他的微信，然后他通过了，通过之后呢我就想，哎呦，这个还真有希望出母钱啊，这个是飞碟贝，飞碟贝是宋延平母的先决条件，这个有希望母钱的啊。这两个庆历也非常漂亮啊，这都是集美品啊，真的很漂亮，我们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啊，这个很漂亮的钱，看到没，这都是要去评母钱的，这太漂亮了，这个庆历，等下把这一堆的钱都弄好啊，这个袋子的话先把里面东西拿出来吧，我老婆说就几个小钱币吧，嗯，我这两个人反正是一个人的东西嘛，到时候我算账是跟一个人算，就把它放一起好了，你不要分两个包裹了。不过有一些事还是趁这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像你给我寄东西的话最好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你的币有可能到我这就有的会坏的，还是尽量拿个盒子，然后或者拿个打个指甲啊，弄一点保护，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说安全一些嘛，不容易坏，对吧，啊，是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我这边的话应该有不少要去送宋延的币了啊，这个是郑和重，这个是郑和的大字啊，不要看它几个币啊，价格是很高的啊，宽观郑和大字综合样啊，这个就是综合样啊，这文正，这个是综合，这个也是文正，这个也是文正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也是文正啊，这个都是文正，这个也是文正，四个文正，一个大字昂通，这个好像是宽观啊，还是广川啊，宽观应该是宽观，一个宽观，四个文正，一个大字昂通啊，这个币还是非常非常犀利的啊，不要看就是送钱，这一堆送钱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卖的好的话也要不少钱了，这一堆东西是真的可以的啊，不要小看小送钱也有大名堂啊，这些这个是母钱概率很高，这个出母的概率很高，我就可以直说这个出母的概率很高，然后再看一下这里面几个币啊，这个等下我拿个盒子给它保护一下吧，这个币的话这么贵的币为什么不保护一下呢，我就不明白，哎，这个是有问题的啊，这几个币也6000块钱了呀，5000-6000块钱还是要保护一下比较好啊，现在文正像这个品相的卖的好的话能卖到1500左右了，这个庆元也很漂亮，嗯，这庆元很漂亮啊，宋延的话这个品相有可能是82，因为大家有对比就知道了啊，这个品相有可能是82，我给大家看一个币就知道了，你看我这个才85，他这个82也很正常啊，你看我这一枚这么漂亮啊，这一枚我都什么状态的，给大家看看，80分的什么状态，再给大家看一枚这个啊，这个嘉定是82，也是飞碟贝啊，这个我都是飞碟贝，可以看到啊，都是飞碟贝，都很规整的，你看这一枚80分什么概念，白铜的重宝，这种状态80分，你可以看啊，这是宋延的盒子啊，而且死贵，基本上要48块钱一个盒子，很贵很贵。这个加泰，嗯，这个宋延的话，如果出个85的话，这个加泰也有不少钱的啊，很漂亮，蓝绣的加泰。这个是庆历，哇，三个朱砂绣的庆历啊，我也很喜欢这个，到时候问问他卖不卖，估计不大会卖，这种都是精品，精品不大会卖，真的不大会卖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这一堆很漂亮。这两手东西可以了，另外一手，哎，真的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太美了，这堆东西，真的，还有两个放到手中心，
等等，稍微翻过来一点啊。掉地上了，哎呀。嗯，真的很漂亮，太美了，不能形容，真的很漂亮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这些币啊，真的很漂亮的嘞。很多事情也没办法啊，放不下了呀，一个手上只能放这么多，对吧？你就慢慢的给它往上放，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，对吧？一手就能给大家全看到。拍一个封面不容易啊，是吧？这些都是，哇，很漂亮，太美了，对吧？这一手得多少钱？大家算一算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。我觉得是挺漂亮的，我也挺喜欢这些钱的，送钱的魅力啊。这一手的话，我给大家估一下价格啊，四个文证的话最少4000块钱，两个大关500块，算它600吧，两个大关算800块钱，4800。这个庆历，这种品相庆历也要500一个。那三个清理也算500，那三个清理算400吧。朱砂绣虽然好看，但字口不如这个啊。从我的审美看的话，应该就是400、1200、1200加上4800、6000、6000加上这个1000块钱，啊、7000。这个如果出母钱，这俩一对5000块钱吧，对吧？要12000左右这一堆东西，啊，如果盒子出来没啥大问题的话，就不出零标的话。我昨天很多好的币都出零标了啊，我都扔过去了，扔拍卖去了，我都不高兴拿回来了。我一个85分的正和正字6级币，给我评了一个他妈03，这种币不可能有人去修补的，因为他那个币修补的成本都不够，好吧？哎，就是这么坑啊。不过这个飞碟贝也是有机会母钱的啊，到时候我都给他送过去。1、2、3、4、5枚、6枚。7枚，这是9枚，一个人是9枚，还有一个人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是6枚，9枚加6枚，15枚，这是15枚啊。行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